到美台北报道，李佩旭去年遭到最辣小郭雪芙曾志熙，导致和蔡淑臻婚事破局。他事后晒合照，以我们查出一切谣言。18日被本报读者直击，小两口现身夜市打牙祭。李佩旭18日下午5点多，身穿黑色背心，露出晶石的手臂，女友蔡淑臻则在旁相伴。他戴住红色毛帽，左手提住刚买好的饮料，右手不忘揽住李佩旭晶石的手，借此感到踏实与安全感，同时展现熟男熟女甜蜜蜜的一面，也再度破出先前情变传闻。李佩旭左蔡淑臻右感情稳定，班社自脸书蔡淑臻左在宁夏夜市甜蜜揽住李佩旭，读者提供蔡淑臻的有与李佩旭左现身宁夏夜市打牙祭。读者提供李佩旭蔡淑臻19日现身宁夏夜市，读者提供李佩旭左蔡淑臻右资料照，记者王文林社。